对，就很明显，那个刚刚说是，没错，我们的这个风水开始在变化了，就这两个团队的差异你很明显，就比如说、嗯、文贵先生和他的这个律师之间的沟通，还有律师我们看到的在屏幕上，因为有时候声音没有嘛，因为在开始我们等待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，只有画面，所以我们就非常关注看这个画面，其实可以解读出很多东西，因为不断的拍背啊，然后拍手啊，就是团队之间啊，就是律师跟文贵先生之间，还有律师跟律师之间，然后甚至还有一个场景是他们在挑领带，这个文贵先生好像在帮这个律师挑领带，他们拿出来很多领带，好像文贵先生在挑这个领带，而且还有一个场景，我觉得应该以后可以跟文贵先生求证，因为没有声音嘛，他跟这个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辩护律师叫 Sid， 应该大家都有知道哈，因为就是比较高大的这个 Sid， 然后好像他们两个在谈论的是衣服的料子，因为我看文贵先生摸着这个料子，然后又打开来说到里料，所以我觉得他们一定是在讲 fashion， 就是很轻松，而且是个团队的这个气氛和检方完全是一个对比，就看得很清楚。对，一句话，我的总结就是说，你如果说看七哥这边，就看咱们这边的话，我们已经是形成了一种，真的是有一种 team 的一种 spirit 在，对，而且是among 每一个人，就是之间都有，对对对，而且是不需要去刻意的东西，对。然后这个东西是由内而外往外散发出来，但是检方上一次的感觉就是，哎呀，我终于可以交作业了，上一次是这个感觉，今天就是。哎，反正交不交就这样了，这个感觉你知道吗？所以说大家就没有任何交流，反正我们也就是打份工啊、我就这种感觉，说白了就这种感觉。但咱们不是，咱们是这是一场志在必得的一场战争，咱们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来到这儿，包括我们的战友也是。嗯，我们在十五地的我们这些人，我们战友从头到尾真的是不管大家听得懂听不懂，都在那儿坚持，在那儿也不用坚持吧，就是自然而然的就坐在那儿，就一直聚精会神的在那儿听着。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人过来了，来了就走了，对吧？好几个来了走了，来了走了，然后进进出出，进进出出，不管他是什么目的过来的，对对对，对吧？进进出出，进进出出的，就你能明显感觉到，就是有信仰，有这个事和没有信仰没有事，就是抱着不同。就七哥讲过，七哥原来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你要看一个人，他如果是带着目的来的，他是一种畏畏缩缩的。就是那种感觉你能感觉得到，你如果说是非常坦荡的，对吧，非常那个就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话，你是非常就是看上去感觉是非常 OK 的，但是你就今天能明显的感觉到，就是我们住在左边的我们这群战友，每一个你看，就是对吧，就是又帅又漂亮，然后这个又能听得懂英文，还能跟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去交流，因为出现一些技术问题要跟他们去交流，说要调整什么的，然后这个有记录，有非常细心的每一个，你像这个 Eva 记了一大本子，对吧，我记得没他多好，然后这个还有就是完全不一样，就其他的就是那些人的话，就是不知道他们抱着什么目的来，但是没有一个能从头到尾从最开始坚持到最后的，没有，除了咱。